我到底要不要跟老师讲？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可能会被牵连。还是算了吧。你昨天是不是拍到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你明明就在拍。没有啊，你看错了吧？为什么还有我的号码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早知道把影片交给校长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